报道。移动电信巨头 ATT 跨足音乐圈，赞助移动混音计划，让这个电音 DJ 和流行女歌手来合作，录制了全新的混音单曲。那现在更支援他们拍摄音乐录影带，并交给华裔制作公司来设计，力图要用这视觉艺术呈现音乐火花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支音乐录影带，描述在遥远的星球，有一对两小无猜的朋友坠入爱河。那么影片的男女主角都还是当红的年轻美国演员，他们也表示非常喜欢这种结合不同音乐风格的跨界作品，因为能够听到更多类似的音乐突破。